哎呀，这一片就是我们种植园局的基地。这些都是你的吗？我们三兄弟种的。刘大哥，这边有多大面积？我们家有90多亩。这边全都是了，是不是？是。现在还没成熟，到成熟的时候你们再过来看，遍地都是金黄。那边黄了啊，就变成一片金黄的。是好看，真漂亮。晚上的小灯笼似的。来吧，进咱家这片地。 这个是我二弟，卢二哥，李二哥好。二哥您好，今天来跟您学学。好，现在是在嫁节。哦，这就是嫁节。对呀，这个嫁节技术是咱们中华农耕文明老百姓的智慧。嫁节联局其实挺多品种的，现在嫁节的是四季菊。就是咱刚才泡茶那个。对，你们想尝试吧？从捡柠檬开始，好吧？捡柠檬，捡柠檬。走，郑老师。 咱们去捡柠檬汁，这一根就这么剪了，就这么剪。它还有很多刺的，先把那个刺搞掉，把它的叶子撸掉，弄掉。我们想快的话，就把这个这个手套弄破。我知道，这我见过。 容易，哎呀，看得简单，可以哦，可以哦。这些刺对于它嫁接的生长不会起影响的作用，不影响，对对对，剪掉就剪掉了。这个一截截的有什么讲究吗？是从这个倒刺儿这截，还是无所谓？这样。 我们已经有一个工具，就那个铡刀，你就顺着来铡来。教你一下，二哥，这个已经固定好那个长度的了。这样子，对呀，有个规格的了，已经了。这很好。咱们这得有分工，你这样，我来铡，你来挑。高老师来递。劳动实践啊，劳动实践，对，来王立旭啊。 同志们，加把劲儿呀！加把劲儿呀！王立旭呀，流水线，加把劲儿呀！王立旭呀，卢大哥，我问一下，你说咱们种了20多年橘子了，这个就这些嫁接技术是不是一点点的改进呢？是，一点点改进过来的。然后看看谁的技术好，就学来。是，我特别好奇啊。 就是咱们怎么知道什么加什么等于什么呢？是试出来的。我们繁殖莲菊的有几个方法，我们这边说的 I 千薄插，这是一种繁殖方式。嗯，嫁接我们就叫千，这个柠檬容易活，后来呢就是用光去插这个根，嵌好了插到沙土里面，那它很快又发出根来了，然后。 就现在就流行了用这个方法来嫁接了。哦，也是一次次的演变，一次次的这个。我示范给你看啊。先给它削下一块。对，先搞一刀。哦，再选个芽包。不要包住这个芽包啊。哦，得给它留生长的口，等它从这里发芽。可以了，来吧，刘老板。 我先试试这个啊！试一下，你得先削。哎呀，哎呀，我反着来就行。不行，打这个T型，你这样不行。哎呀，切到那个表皮，切到表皮差不多吧，然后拿一粒芽包，用了点力，来啦，啊，加油，哎，用了点力，来，拿个手打一个结。 哎，这是吧？哦，嫁接就是。哎，给我看一下，您看看。哦，有60分了吗？可以吗？有60分啊，及格了。年轻人要是学这个学多久能学的特别好啊？你那么背很快的，基本一看就可以了。有60分啊，及格了。关键它有一个手法的问题，是不是？你包括这个。 这个T字形是吧？T字形开皮，开皮又开多深？开皮的深度，开皮见着青茬儿哈。对，最后的一步就是插到沙棘里面了。好，插苗了，就完成了。
每一个植物都不是标准流程化的，它得去精挑细选，每一个植物根据它的长短软硬，你还得适当的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出能嫁接的方式。这种嫁接的方式跟这种传承的经验，它的验证过程太昂贵了，是靠时间呀。这个过程真的是太磨人的心态和力量了。带你们过去住宅局造型那边好吧？哎呀哎呀，我们陈村种林局呢就有四大品种，这个就叫住宅局，有四季局，有金蛋果，还有金菊。这间就是朱砂菊。哎，大哥您好。你好你好你好，跟您学学，我特别想学咱们这造型。可以可以。听大哥这口音不是本地人啊。我们是重庆的。我重庆的。你来了多久了？我记得20多年了，差不多30年的。都30年了。你告诉我哪一个造型卖的是最贵的？哪一个造型卖的最贵啊？就是看你的造型好不好。造型好不好？是啊，造型的目的就是说它美观，它就是一定要这样长它才对的吧，有气势吧，它就是这样的嘛，显得它精神嘛，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地方要整体往里合拢紧实。是是，这个纸上谈兵终学浅啊。是，对，必须咱们来试试看。试试看吧。好的，谢谢啊。我跟你说大概从哪个地方下手？你首先这样，哦，这还可以单独绑一个果身上。是啊，你要这样看，要这样哦。哦，还要把果朝外露出来。是啊，是啊，朝外。还是要从上到下哟，还是要从上面哦。哦，下面它这个是垂直下来的。哦，你首先要想办法把这个果蹬起来，它不能偏过半边去，你就想办法，这个空叶子它都有用，我挡它的空位。要挡它起来。明白了，就比如说像这儿觉得空一点，那就让它冲外，这么着给它滚上就完了。是是是是是。就是给自己的孩子在编头发，你就会跟他交流。对，你看你这个，你往哪儿走，你要往这边走会漂亮一点。对，搞这个造型，这个都是一门艺术啊。像您和您爱人就天天这么不停的，一天能弄多少盆啊？这个你用时间来算，就是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才搞一盆。那这个它怎么发货呀？走货运的那些，用那个汽车走的。好多公司啊什么的，过年都买，一买买个一二十盆的。能配很多，园区也有的是要到北京啊。我有一个客户是在北京做批发的了。吴大哥，未来你就看见我也开卡车来了啊。好啊。哎呦，我感觉我这行还是干得不错的，这边都还行。哎，真是挺漂亮。这边我都让我规制进去了。现在我已经看出问题在哪里了，你们要自己改变一下。这啥问题？老师，您看我这边怎么样？老师，你就看我们这四面哪面好？老师，这两边的好。哎，对，看，哎，我跟你说，别看咱干的少，但是咱干的精，知道吗？这叫会干。你们呢，就是差就差在这个收尾的地方，收尾的地方。你看到这个，你隔远一看，这个瘦，这里多了，这里多出来了，这边又有点少，这里少啊，对。造型的目的就是美观，但是你就要想怎样才美观，你就要考虑枝条怎样处理了，就是这样的。嗯，哎呀，这真是这一干三十年，你说说。对，30年的经验了，我们都习惯了嘛，习惯对住这个都有好大的感情了。哦，现在有一个叫10000小时定律。对，什么事儿干了10000小时？一万小时你就差不多就成了专家，一天就都干8个小时，就是5年就是专家。你看我们周大哥。6个5年，给多少家家户户带去这个过年时候的喜庆的这感觉，把欢乐喜庆祝福吉祥带给了千家万户。也
盐焗树之所以能够长得如此的漂亮，后面还有那么多隐身的美好的寓意，倾注了每一位焗农他们所有的心血在其中，真的很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在照顾每一盆盐焗树，促成了盐焗事业能够越来越好，也成为了先冲村乡村振兴的一个乡产兴旺最重要的一个产业。东北有句土话叫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梗啾啾，你看拧完了就是好看，就是出人头地，这跟人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个也是让我突然就觉得，如果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人对我进行批评，我的心里会特别坦然，我知道这是有人在修剪我。这个我们是顺德特有的鱼生，在我们顺德的淡水鱼，淡水鱼它切得很薄，刀工很重要。卢大哥这怎么吃啊？这个我们就一起捞，好吧，一起捞啊。捞呢就是转的意思，转的意思。那就先放油啊，放一点盐，再搅拌。吃鱼生就一个忌，鲜必须得鲜，宰先切现吃啊，先吃。放配料哈，哇，这些都是它的配料，起码有十多种佐料的，再放一点油，大伙都拿筷子过来，拿筷子，拿筷子，来来来，我们一起捞起它，每一个动手过来捞，过来捞，一起捞，捞起捞起，捞到风生水起，捞起捞起，捞到风生水起，好 ，OK， 好 ，OK， 来，试一下，试一下，来，我们尝一尝，晶莹剔透，哎呦，好嫩啊！这太嫩了。来来来，坐下来吃。大姐，我看你咱这个打边炉好像差不多了，咱们怎么吃啊？要用那个海天生抽跟这个花生油那个蘸去。这个海天零添加金标生抽都是自然发酵的。我们家家户户都喜欢吃海天的零添加，好吃又不贵。你试一下，今天有口福了。来。蘸一下我的秘制小蘸料，好吃吧？哎，太好吃了，咸淡味刚好，太好吃了，大家快尝尝吧。好，谢谢卢大哥。这真棒。卢大哥，您跟我们说二十多年了，盐焗产业，那这二十年前盐焗和我们今天体验到的肯定差别还不小吧？不小。其实我起初不是种盐焗的，那您是在山江那边做批发机。后来呢，就父母也年纪大了，对吧？加上父母也有种莲菊的基础，就回来种莲菊。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种也是种个五六亩，会用人工来淋水啊、管理啊，什么都自己干。现在种植技术提高了，我们就装上了滴灌，就减少了大概六倍的人工。现在其实我们莲菊协会呢都做了很多的文创的产品啊，菊花的香水。咱们莲菊协会是哪一年成立的？我们陈村莲菊就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也在同年的12月呢，我们陈村莲菊协会呢就成立了。其实莲菊协会不是盈利的，我们一分钱工资都不拿。主要是大家种莲菊的坐在一块，技术交流的平台，然后跟政府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他这个没有办法大棚哈，我们现在开始研究看看尝试一下用大棚来种强莲供应市场。对，我们现在就想做无土栽培的技术。如果我们能做到无土栽培，不光是中国全国来卖，还能远销欧美的国家。那真的是海外华人乡愁的太好的一个寄托的物质。所以我们把这个莲菊啊，刚才提到这个乡愁啊，跟它的山产其他的一些，比如精油啊、香薰呐、护肤品呐、是把它结合在一起，对，把它打造成一个香潮的产品。对，从乡愁到乡潮，还有很自然的田园风光，宜居
移乡移游的一个产业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哎，对对对对，哎，你们来的刚好了，明天我们镇上呢就举办一场龙舟比赛。哦，划龙舟是我们佛山地区的传统活动，不仅端午节会爬，平常也会经常举办龙舟活动，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让我们先从人团结一心。明天带你们去感受一下。真的、真的，祝你们明天龙舟赛抬个小猪回来。第一名，先冲先冲先冲冲冲冲。哇，今天这天太适合划龙舟了。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是一飞冲天队，我们是龙腾四海队，我们是大吉大利队，我们是叱咤风云队。那我们四个是不是一人得选一个队啊？我觉得这样，你让这四个队选择我们，哎，可以啊。那推销一下自己。向老师先来，向老师对文化非常的了解啊，看看哪位队长？哇，叱咤风云队，对。我的运动细胞非常强烈，看着身材能看得出来。那我就肯定选你了。哎呀，欢迎欢迎！我练过这个划船啊，我原来在海军那块我练过翻覆舟，哎，就这个翻覆舟训练。那我要了啊，你要了，太好。都选完了，那我就选大姐。咱们都知道所谓这个北人赛马，男人进度，咱们整个陈村开门就见水。举步就登舟，我们从小呢就有那个划船的基础，因为我们小时候收稻谷、花生、甘蔗，全部我们都要用船用来做交通工具啊，因为以前没有那个道路没有那么好吧，是不是啊？全部都是要靠那个船来运输，所以我们这边的赛龙舟真是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跟我们日常生活非常紧密。对，我们是水乡了，农闲的时候这个拔草坪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赛龙舟了。那你看说了这么多，咱们是不是练习一下？我一点基础都没有啊。队长啊，我们去练一练，练一练。这个位置就是打鼓的，这个打鼓的人坐在这儿。是啊，这个人这就很重要的一个有鼓点的、那个节奏，就是看着他，他敲得快我们就要滑得快，哎，它慢一点呢，我们那个桨就深一点。哦，明白了。后面那个是舵手，哎，舵手也是很重要的。我先坐在这儿。哎，坐，我们这样，这样。哎，对对对，就这样，这样滑，这样滑。哦，就这样。哎，对对对对对对。接着。哦。哎，对对对。我们上船上试一下吧，下水感受一下吧。啊，我们下水去感受一下了。向老师是吧？感觉一介文弱书生，实则不然，他这个技术性各方面的还是很好的。对。高老师啊，虽然说一身腱子肉，但是他其实灵活性极低。他们那船整个就是速度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的缓缓。快，加油，加油！他们那个左右那个桨不齐，那个船是不是晃？你一晃的话呢，就把那个力打散了。啊！健康老师他们队好强啊！你看他的那个姿势非常标准。OK， 啊，行了，行，没问题。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仙冲吉祥欢乐龙舟赛。仙冲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今天加入咱们女子龙舟队，陈
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加油！加油！咱们顺德啊，是全国非常有名的龙舟之乡，希望我们这队获得冠军。我们这个队伍呢，就是今天搞比赛，把龙舟爬争取我们拿个第一的这个大猪爬啊，这个争取我们都拿下，谢谢各位啊。昨天我跟咱们这儿的老卢同志聊了一次，他说小潘，如果你要把烧猪给我拿回家，他们家可以让我做顺德的上门女婿。为了能够记住我们是一飞冲天队，我特意带了一副快板给大家打一打。先冲先冲冲冲冲，种植年桔不轻松，诸子家训人人都会来背诵，一飞冲天今天一定能成功，祝我们先冲勇攀高峰啊！俗话有云，画龙点睛，对，点睛令龙舟生龙活虎，更寓意平安吉祥。有请四位朋友移步到我们龙舟前面为龙舟点睛。好了，好，点睛，好。看是吧？哎呀，一听这个就热血沸腾啊，有劲儿啊！大力队的所有的队员可以说是拼尽全力，真的是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没有放下手头的桨，一直在跟着鼓点往前滑。即便身体有疲惫，我即便觉得我已经赶超不过别人了，但是我依然要坚持不懈地往前冲。所以其实这个冲劲儿，我觉得就是映射着先冲人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态度。这过程中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作为团队的一员去达成目标那样一种成就感，那样一种喜悦感，这种团结凝聚力就变成了一种精气神，它可以反映到我们在做事上不断地去追求向上，追求一种同舟共济，团结一致。
我们第二是吧？差一点。啊！我很厉害。啊！啊！我得玩嘴，好累啊！啊，好累。做不了顺德的女婿了。祝贺祝贺！啊，厉害厉害！啊！哎呀！啊！太棒了，你们！他太厉害，厉害，太强了，太厉害了。咱们这个主要是啊，队里头太专业了，真是我在中间的时候好几次累得不行啊，我都把奖横过来了。但是队长说，作为第一个带头的领奖的，千万不能低下来，就算再累，他最后都拼了，真的是锲而不舍的精神。才有了这一次，虽然可能不被看好，但是咱们最后拿得第一，哎，这就是一个努力的结果，所以大家都要努力啊！我们的队长很厉害，咱们给自己鼓个掌，好不好？啊，太棒了，太棒了！我在整个划龙舟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咱们先冲精神。谁能想到10年前、20年前我们先冲什么样？20年后我们先冲又是什么样？正是这种不服输、一直坚持、一直奋进的精神鼓舞着我们，让我们先冲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有了自己年局第一的位置。正如我们开场时候那句口号，先冲先冲一飞冲天。我去了很多乡村，先冲村确实是，我觉得它完全已经实现了乡村振兴化。物质咱们要不只是小康，更重要是还有非常内敛的这个精神的追求。这个精神内核就是我们的朱子文化，因为这个地方朱子理学底蕴非常深厚，把我们先冲人儒养成求真务实、守正刚直这样一种品格，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耕读传家的典范。嗯，所以我最后祝愿我们朱子文化千年流传，在我们先冲继续不断的创新，让我们先冲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好，好，耕读传家，我们既能耕种又能读书。耕种我们种的是年局，读书我们学的是圣人书。对，圣人这四个字是感慨，我觉得也要勉励自己。这回感受就是所谓的农村跟原来我想象固化中的真的不一样了，感受到了家庭的友爱，感受到了这种拼搏的精神，也感受到了咱们先冲的美食和务实，特别的好，还想再来。其实我特别特别希望啊，咱们这儿的农工商文旅无产的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能有一个很好的继续往前推进的力量。幸福真的是冲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不断的去探索，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咱们这儿。我真的感受到每一个奋斗的我们，每一个快乐的家庭，每一个精神富足的这种传统，其实都是乡村振兴最美的底色。每个人在这其中有这么强烈的获得感，为你们感到幸福，也为我们能够来到这儿体验我们的生活感到幸福，真的是从精神上成为了咱们先冲的新村民。